Hello， 大家好，我是 Hero， 我是你们的 rapper。嚟紧我将会送俾你哋我嘅新歌，未必、未必、未知。冇理过，日做夜做就用尽力去拼搏，冇嘢怕，最怕尺价要买楼要执几个。佢冇理冇理政局，最多 at 下女开下嗰个 Facebook。咁入边就系想讲嘅就系我哋唔同人对于社会有唔同嘅观点同埋角度啦。有啲人觉得呢个地方好似未必有得变啦，但有啲人系觉得都有机会嘅，未必有得变嘅。你估呢度仲有冇得变啊？啦，佢话变就一变啦，我谂都未必噶啦。咁呢首歌咧嘅灵感来源咧，亦都由我第一次去呢个香格里拉嘅时候啦，咁喺间庙度啦，有个高僧咁就介绍咗一张图啦，咁入边就有一啲玄机。咁其实咧，未必、未必、未知三个字咧，亦都由我好耐好耐之前已经喺个脑嗰度喺度飞嚟飞去噶啦。只系选择咗点都要生佢出嚟，成家都做出晚归。佢冇得摊喺屋企就有晚饭食，所以佢先学识煮饭仔。最怕佢落地咪煲个切鸡壳。我哋本身虽然系点，但系我哋要点样去面对我哋嘅前路，我哋亦都可以点样去继续 keep 住去 flow 落去。最尾一个阶段就系、到我哋有得去试嘅时候，你会唔会试咧？虽然个结果系未知嘅。佢知政策每件事都关佢事，知但系每次唔开工就 OT。但系当佢朋友话呢度都好似未必有得变，佢就话唔系未必，系未必嘅。每个人各有前因，遭遇同乾坤，每个抉择影响紧大运延伸。咁呢只碟亦都有三个阶段啦，咁就系想套用翻一啲哲学嘅嘢嘅，即系本我啊、真我啊、超我啊，同埋呢个。好純真的階段，慢慢去到好質疑自己，跟住再去到確立自己的三個階段。仲有一個一齊帶，佢要買嘅吉他、漫畫、figure、品牌，乜都買齊曬。個世界咁大，都總算開個眼界。咁經過咗咁多年啦，自己嘅說唱生涯咁樣，咁之前出嘅咧都係一啲 mixtape 啊，而家咧真係真真正正第一張大碟，所以希望大家支持。係咯，我就係實踐緊呢一樣嘢，雖然個結果出現一大碟，唔知會係點，但係我都想用自己去鼓勵大家。有挫折嘅我也會試過去買冤。咪过意觉有觉机系难处，佢话人各有前因，遭遇同乾坤，每个抉择影响紧大运。嚟紧将会喺7月17日喺九展 Music Song 8点将会恭候大家，因为花华音乐会就会喺嗰一晚喺嗰度进行嘅。除了我自己，仲有两对组合，一对叫做 Sense Lion， 是香港的雷鬼组合，仲有一对叫 The Outrageous， 咁佢哋将会以 live jam 的形式去玩啲 jazz funk， 大家就会在台下边可以一起跳舞，一起 cypher。Yo， 你而家听嘅 HK Online TV， 我是 Hero， 你哋嘅 MC，peace。